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. 上线儿，这晚猴可能不是本地人啊、哦。A Q， 啊，是本地人。平 A， 平 A 吃药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平 A。哎呦我、啊！别被拉到啊！好拉。不知道他二级学的是什么。抽一下，红路晕，平 A 走，平 A， 点燃平 A， 死了。我靠！但你还不走，我确实是没想明白，兄弟。别着急啊，直接红路晕 A 接收闪现一抖，这是怎么遇到我的？这也太假了。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놈들을 짓밟자. 炸了倒不至于. 지금이다. 나서스, 언제까지 도망만 다닐 거냐? 炸了那倒不至于. 只是被他给换掉了. 哎，这也能打到啊！你干啥呢？这还不走？哎呦！正好差点钱。回家了。先来个875，这鳄鱼没有875不行，买两瓶药吧。
这两瓶药很有可能就会为我们反杀做下伏笔，兄弟们，这两瓶药先给他磕了，先给他买了。波比大波扣。哇，双段一扣上来，平 A 平 A W 平 A 平 A 跑了，回点血来先。我感觉直接应该能杀，差不多晕住应该就死了。这个1.5秒的晕，直接给他晕到死。他来的话，我们不行，杀不了了，这晚号。走吧，没有大了，不狼了。这把我决定了，我要出挺进，我不出隔夜战斧了。你们说挺进好一点，还是婆血战斧好一点？他们家有个波比。上路的人没了，插个眼儿。好安静啊，安静的有点让人害怕。别让他给我们抱回去啊！放弃了，把这打了。你把峡谷打了，把峡谷打了，可以打。没事，对面中单是个废人。上路也是个废人，打野也是个废人，对面五个废人，我陪你去拿印记啊。打得挺快呀、啊。打了，我蹭一层韧性，
直接晕 ，A E 得血弹符点烟接 Q。谁的点烟呢？你的点烟吗？扣一下，行嘞。让我晕一下嘛，小可爱。嘿，你为啥敢跟我对线啊？不用，还非得要开个大招？你说我一个鳄鱼。4-1，我让个0-4的，要是给杀了，兄弟，你说我脸往哪搁？你说我的脸往哪里搁？咱让这千珏少吃一层塔皮啊！惩罚他。太不给我当人了，那简直不给我面子。这就是不尊重我。哇哦 ！W 闪，看来我得咳血弹斧了，兄弟们。这个我没想到啊 ，W 闪，嘿嘿，哎呀 ，W 闪。还是得咳血战斧，否则他没有回血，不厉害。没关系，我们这波是科学养猪，否则他0-5不值钱，给他一个人头。这日女打击打挺快呀、啊，小龙咋不打呢？波比在这里打石头人，我们在这打红。哎，我就没明白了，你说怎么就这么骚？为什么就非得要野我？你是觉得你自己很幼还是怎么回事？勾引小勾引一波就上当啊，硬骚就硬要点两下子，不知道咋回事？是我鳄鱼拿不动刀了，还是你有点飘了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再见。
我咳血战红木头，走位走位走位一走，走位走位走，没事给机器人了。哇哦，控制可真多呀。要不要卖个多兰剑呢？算了，卖个多兰吧，就是少了点吸血，可能反杀不出来了。可能比赛打完了，你说谁赢？那肯定 EDG 赢啊，对不对？你就说对不对？100% EDG 赢。我一瞅我就知道谁赢，我就瞅了一眼我就能知道谁赢。对了吧，肯定对，那这是100%。一瞅那情况局势，英雄一看，再看一下队伍，这基本上就是能确定到底谁能赢。刘哥，你真是我哥，我跳弹，我看你往哪跑。晕和血战斧一个 Q， 打个峡谷。下一把我跟你说啊，还是一样，你要信我，咱不说别的，你指定是海景房了。给我呀，谢谢。老分析师了，你打吧，你打吧，今天让你打。咱也不知道非得要打我两下子干什么玩意儿呢。谁的传送？婉豪的，婉豪心态又爆炸了。你们发现没？心态爆炸的最多的就是俺们跟俺们对线的上单。哦，这个头磕的可不太好啊。哎呦我这大棒的，把小法师给我杀了。你真敢勾我啊，你是真敢勾我，我你都敢勾耶，哈哈哈哈。来来来来来，别怕，我在这儿呢，往我这儿走啊，我跳弹上来救你。 W 和血战斧红怒 Q 装弹一穿死，谁活了看看 Q 一下，满豪活了还敢回来。 W 做平 A 再 A 一下红怒 Q 一上来和血，再见。说溜咱就溜，无敌了。
我跟你们说，要是猴跟鳄鱼有这三件装备，三件套，别说三件装备啊，三件套一比，猴指定是没鳄鱼狠。这两个英雄三件套一比，鳄鱼完全就碾压着猴。鳄鱼进人群秒一个可以顶50秒，猴只能顶5秒。先把中路拔了，下路也拔了。平 A W 可解弹锁 A 接 Q 再 A， 起飞了。闪现 W 点炎，平 A 可血战斧接 Q， 平 A 一再一，平 A 他居然不打我，他打千九，一一过来 Q 一下 W 可血战斧，你说猴那种效果吗？他能秒波比吗？那一瞬间不可以，但鳄鱼可以。闪现 W 平 A 可血战斧接 Q 直接死。来晕住 A 接 Q， 喷他 kill。